在打风期间，天文台会因应台风的风势发出警告信号，亦会在改挂八号风球前两小时之内发出预警，俾雇主有充裕时间按照行业实际情况提早俾雇员分批放工，以保障他们的安全同埋减轻交通挤塞。你住得远，走先啦。雇主同雇员应该尽早准备好台风警告下的工作安排。